Let's go have dinner. This guy, 贩卖部看到雪宝的冰，是蓝山的矿坑缆车，是雪梨歌剧院啊。先来到这里，好了，跟大家说。这个园区都非常的特别，随时都是一群鸟类。是火鸡吗？那我们到这区，他说这里是猩猩，全部都是一群鸟类在上面飞行。猩猩在哪边 ？Where's the gorilla？ 我也很好奇。来到这边呢，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鸟类啊物种。然后他这边做的非常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 Camp， 那我今天会作为示范要怎么吃这个雪梨当地的汉堡。台湾吃法呢？谢谢。哇！啊，你在荒郊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半身。他态度哎。Mr. Kangaroo， where are we going？ He is thinking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别。现在这个完全是贵妇的姿态，它叫 Red Kangaroo， 这个是很正的姿势。没空都是借口，都是借口。